娃娃车早上7:30会来接，书包我已经整理好放在沙发上。你要去吵你外婆，现在很晚了，我跟你道歉好不好？我想请你帮我填个转介单，我要转到你们配合的精神科直接拿药。我可以帮你。你帮不了我，因为你自己有着一样的问题，而且你根本连自己有问题都不知道。你听我说好吗？我不想再看任何的记忆回放。今天不会看你的记忆回放。那就帮我把单子赶快填一填，我需要回店里工作。今天看我的记忆回放，好吗？这是女儿生日。对。就是这种感觉吗？看我记忆回放的时候，就是这种感觉吗？时间都是一样的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想要找古耀华。你有预约吗？预约？没有哎。待会呢，负责暖场，我再来介绍产品，报价的部分就交给小优了。哎呦，张总就靠你了。好，哎，耀华，这位小姐要找你。爸爸。怎么都没有接电话、啊？刚才在开会啊。哦。你怎么跑来了？我们要去了吗？是今天啊。嗯。她是你女儿吗？原来你已经结婚了，还是一样吗？几乎一模一样。为什么？干嘛？不要这样子啦！娃娃车早上7:30会来接，书包我已经整理好放在沙发上。你要去吵你外婆？现在很晚了，我跟你道歉好不好？对不起嘛。你如果不想要我们，你可以直接说。我没有不要你们啊。那为什么你们公司人都不知道你有老婆跟小孩？我只是没有主动提啊。我是去工作的，不是去交朋友的。我没有必要跟大家报告我的一切吧？那我算什么？被你藏在家里的女人吗？我明天去跟全公司的人说，这样可以吗？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啊？我一直都只是他的替代品。